我们来自广州，我们来参加万宁加分赛。2021年中国家庭帆船赛首站在万宁，今天就要起航了。随轻沙白风好，我觉得这是所有的玩火的人的现场。Hobie 帆船带给你无限的快乐，我们一起玩吧。我们来自壮美广西，我们来自山东威海。我觉得这个沙滩特别特别的漂亮。这个加分赛终于来了，要来了，加分赛加油。What would